6:14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你们刚刚看到的那个片段呢，是今天要做的这个都市传说恶魔的包裹模拟片段。如你们所看到的嘛，你要找一个下雨天，画三个圈，在12点的时候把手机放上去，念一段咒语 ：If you come me, I will give you anything you want。就是如果我过来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任何你想要的。接着等到12:14，把手机拿起来，据说你就会在你家门口看到一个包裹，里面会留着一组电话号码。这个都市传说很简单，所以我们话不多说，我们赶快去进行前置作业吧。这话不多说，赶快来召唤吧。首先先画三个圈。If you come me, I will give you anything you want。然后接着就等待。那各位，现在就是我们的第二天，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恶魔的包裹。我是觉得这几率应该很低。看得出来什么都没有吧？所以呢，这个都市传说不知道是啥问题。应该就是遇不到，就是遇不到吧。或许会有的人想说，为什么不在那个模拟片的地方做这个都市传说？因为这都市传说是规定要雨天，但是我要做的那个雨天呢，它的雨真的是太大了，所以我就选了一个也是有点毛毛的，然后但是是有屋檐的地方。那看来是真的没有发生什么事。然后我要跟你们讲一下，你们记得上一部《鬼屋住一晚》的上集吗？你们有人说后面没声音吗？其实那个没声音呢，我必须跟你们讲一下，是我自己消音的，因为我放一下原始的画面给你们看。好吧，我去。整理一下，今天在那边睡觉。OK。
没可以看到后面有人一直在喊那个名字，然后就没有那个气氛了，我就把它全部消音。我另外呢也想跟大家说，之后有的都市传说就用这种方式呈现。当你看到我的影片上面有两条黑边的时候，就知道这个是模拟的，是模拟的哦，注意是模拟的，就不是真。前面是模拟的方式，模拟成功的画面，后面再去真实的挑战它。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啊，这样是不是就不真实了之类的？但是我觉得我们人嘛，总是要有一点不一样的想法，要一点进化，就会想要尝试一些不一样的风格。大家就是要有默契啦，上面有那个黑边的就是模拟，它就是真的，就不是真的这样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影片到这里啦。今天是的确是没有收到那个恶魔的包裹。那如果喜欢 YouTube 频道的话，可以帮我点个赞，喜欢。谢谢大家，我是王狗，我们下次见，拜。